各位同学们，今天呢要来做一个很厉害的事情，我们今天来开宝可梦第二弹的卡包，就这样的宝可梦 PTCG 中文版的第二弹，叫做美梦成真，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开箱吧 ，Go！ 重重先好，然后重重要先来进行开包的动作，耶！以国际 SC， 这直接撕掉就好了，等一下戳进去直接戳到卡片，然后直接戳到全图 DI。全图 DI 被刮一刀，像我们要开 A 盒 ，A 盒的话里面有全图竹篮跟全图阿塞罗拉。你是全台第一个开卡包的人，哇，好屌哦！因为其他人还没收到。好，那另外一半就是我的哦。对，这半是我的。烂了，这是什么？七系青鸟的，可以。看有边哎。啊，这张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。誓言咆哮虎居叉。哎，这个，天阳雀拿起来，这个以后可以煮那个毽子，就全图竹篮，哎，20套啊，有没有全图？哦，没有，全图人物长什么样子？社会在那边，布卡利欧，但斗气我们没在玩，哇，糟糕，把我们 A 盒的社会出来了，哇。我们 A 盒的设为是路卡利欧 G 叉毛血球，啊，这张好烂，拉达哦，对啊，拉达 G 叉，我觉得一盒应该会包第一张出来，是普卡的，没有用，都有全图，是每包都有全图，什么全图？龙之，哎，这个没有啦，我以为我有开到全图啊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用不到，突然呢？搭配竹篮的另一路上，真的、啊，这真的很强啊，打200啊，真的、啊，开竹篮就可以打200。这是社会吗？社会出来了，这个进化第二次就是它。哎，路卡利欧，乌贼王啊，最后一包，最后一包，竹篮啊，希望竹篮在你那，就是我没抽到没关系，就是希望在你那，笑死，又个锁咬。哦，谢龙龙目前是4张 G 叉的路卡利奥，原路杀，这样，到时候这样就可以搭配，这4张可以组牌组，还不错啊。换青青，换青青，洗牌一下。西王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滑板，卡布某某。爆飞龙是什么东西？国王球，它那边不会显示啊，没有看。哇、哦，来了来了，毽子棉，就这张，夜行军，有色尾在里面。第二路杀，哦，鱿鱼，哦，好，这个很好。三鱿鱼，哇塞，水哦。我竹篮，哇，这闪好闪竹篮呢，哇塞，它不是要闪边的，它全闪嘞。看你运气太好了啦，好强哦、喔！闪竹篮，这张超美的，太帅了啦！好啊，那你那张给我用。象征鸟，来哦。最后一包，鱿鱼。啊。生命之场，平行场的眼，一回合可以让一张草系的回复60点。我们看到橘叉是这6只，然后色尾的话是开到这3只，全闪竹篮跟生命之声。A 包开完了，我们现在开 B 包。B 包里面有非常多我们想要的卡片。那我左边老师。好。那我们先把它全部剪开。先把。哦。哦。花花。哦，老师还不错，还是手酸，还会手酸，欸、哇，今天长一岁了，哎、欸、好、啊，我需要，先来一个莉莉爱吧，时间也满满的，哇哇，四维，哇塞，很漂亮哎、欸，哇塞，四维天空龙，好屌好屌，漂亮漂亮，对对对，好的。哇！哇！闪电鸟，闪电鸟，有吗？没有，这是什么？
莱西拉姆这种。好啦，那算了，全图人物交给你了，凡青。没了。喷火龙，喷火龙。喷火龙看。算了。哇，色尾小火龙哦。卡卡卡卡。厉害，厉厉害，厉厉害，厉厉害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帕路西啊，然后再来这个是电针啊，不错不错。迷你 Q， 迷你 Q， 全全。哎，又跟哎，大五就是搭配小巨鲸的，色尾的，不可能啊！哦、这是杰克罗姆，没有全图人物，结束。那我们的 B 盒也开完了，我们开到 G 叉这六张，然后色尾是这三张，比较帅。天天空座色尾真的很帅，超帅。这次的闪人物有两张，哎，说不知道配率到底怎么样。然后这里还有个奇迹迷宫 ，B 盒开完结束。好，对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开玉组。玉组打开的话，封面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卡奇耶！封面都是卡奇，要看一下里面的怪物是吗？所以这一次玉组的话，基本上会有附一张竹篮，蛮多好东西的。然后还有裁判两张，裁判就是可以上好对手，双方洗回去各抽四张回来，不错。第二号玉组，每盒玉组都有保底一张竹篮，有话那就超粉了。刚路太近了，最重要是三张牌、啊、超屌了。哇，买一组很赞，这是大家可以收一组。